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刚才是说金家续相，相方涌出，涌出的相状那个情况，结几金的人按照当时实际情形啊把它叙述出来，所以叫做金家续相。有五段文，第一涌出就是大地震裂，好多菩萨从地底下涌现出来啊！佛说世是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国土地皆震裂。释迦牟尼佛说完上面的话的时候，就说我这里有六万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菩萨，他能够扶持读说此经啊！你们他方世界的菩萨呀，个个有你的工作，不必费神到这个地方来吧啊！这个话说完之后，这个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的国土啊，大地就震动裂开。那么地裂开的同时，就在这个地里面，而于其中裂开的里面的中间啊，有无量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同一个时间同时涌出，就从那个地裂开的地方就涌现出来，好多菩萨就冒出来了。我们凡夫的脑筋啊，看到这里又会动了一个啊，这个疑问啊。这个第一阵裂的时候，地面上的人不会掉下去吗？他一裂开啊，我正好在这个裂的地方，他一裂开我掉下去了，怎么办啊？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不会的，你可以放心啊。看到阵裂的只是灵山会上的大众看到大地震裂，而与灵山法华会上没关系的这些平常一般人，他根本不知道，不见不闻，他也没有看到这个地有没有震裂，也没有看到这些菩萨啊，根本无所谓震不震裂不裂，看到震裂的是灵山会上的大众。还有一种菩萨，他有高深的道行，神通广大，入地如水啊，立水如地。我们看到这个大地是硬邦邦的，在菩萨的境界里就像鱼在水里游的情况一样，菩萨在大地下面呢，他从下面涌出来啊，就好像在水里冒出来一样啊，并不会说是这个裂地裂开了崩开了就有一个洞洞很大哦，那他还没出来之前那人就掉下去，东西掉下去了，没有这个情景，没有这个事情。因为这些菩萨在这个地大地下面呢，他出来的时候这个地就跟这个鱼在水里的情况一样的，它就像这个鱼在水里冒出来一样啊，一点也无所谓裂不裂震不震啊。那么所以这些菩萨冒出来的时候啊，他对这个大地就跟啊虚空的情况一样，跟在鱼在水里情况一样啊。这个所谓震裂也只是一种在文字上不得已的说法，不这样说他们怎么出来啊？啊，因为要是凡夫能够了解这种的情况，所以只好说震裂，啊，说震裂你又害怕，恐怕掉下去，啊，不说震裂他们怎么出来呀？啊，所以他总是要有一个方法表现出他们怎么样子出来。哦，地震裂了，他们出来了；
实际上这些大菩萨他有广大神通，无所谓正劣不正劣，他看这个大地跟鱼看水情况一样，也跟看虚空的情况的气流一样，完全无所谓，不会有这个硬邦邦的大地的观念，所以要出来就出来，对于大地的一切完全不会有所妨碍，不会有问题的。就像佛法里面讲到啊，这个六种震动的情况是相同的，啊，与这个法缘无关的，他们不会有所感觉，啊，所以大地众生啊不会有所感觉的，只有灵山会上的大众看到好多菩萨从地底下呀啊这个涌现出来，这是第一涌出啊。第二，身相，说明这些菩萨的身体相貌如何。经文接下去就说，是诸菩萨身皆金色，三十二相无量光明。这就是第二身相，这些从地下面冒出来的这些无量无边的大菩萨，他的身体的相貌啊都是紫金色身，全身都是金光灿烂，具备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还有无量无边的光明，全身都是光明，那么这就是涌出菩萨的身相。第三，住处，他们在地底下涌现出来，那么他们住在哪里呀？一大的多位呀，阴刀的多位，你一定会想问问看，他们的刀在哪里呀？他们住在哪里呀？接下去就说他的住的地方，先进在此娑婆世界之下，此界虚空中住，这就是阴刀了，他的刀，先没涌出来之前，先前这些菩萨住在哪里呀？通通尽都是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下面，这个娑婆世界的地层一直往下去，下面啊，那么地水火风这些轮一直往下去，那个虚空之中啊，这个娑婆世界的大地再下去啊，又有虚空啊，他们就在这个娑婆世界下面的这个虚空当中安住的，也就是在这个世界的下面的世界的中间的空间，中间的空间。读过华严经吗？华严经开始的华藏世界品啊，这个华严经里面有华藏世界品，说明这个华藏世界啊，华严经里面说的华藏世界品啊，说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有二十重的华藏世界，二十重数论，二十重娑婆世界就是在第十三下面，还有十二重世界，一样的，有大地，有虚空，有三界啊，这个世界再往下，下面还有十二重的世界。那么我们这娑婆世界是第十三重的世界，那么这个第十三重的世界到那个第十二重的世界的中间有个空，有这个虚空啊，有一段虚空的地方，那么这些菩萨就住在那个地方，住在那个虚空里啊，住在那个虚空啊，也不是下方第十二层的世界，也不是住在我们的这第十三层的大地的世界，是这个地的下面那个虚空之中啊，介于第十三层与十二层的中间的空间，中间的空间，他们住在哪里啊？住在那个地方，你会想那边有没有房子啊？啊，会不会晒太阳啊？有没有下雨呀？会漏水吗？他们住空的，住空啊，诸法空为座，还要房子做什么？他们也不要房子啊，也无所谓晒不晒太阳，
或者是淋雨，没有这回事。他们住的就在空中，在虚空，啊，正诸法空相的菩萨都住在空中，都在虚空，啊，他们在住的这个虚空之中啊，只有他们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啊，这是菩萨的境界，这他就住在此界虚空中住，啊，此界就此娑婆世界下面那个空地啊，虚空的当中。就第十二层世界上来的那个中间的空地啊，他们就住在那个虚空之中，这是他住的地方。那么这样子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他们为什么住在那个地方，他们住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子能够跟我们这个世界结缘呢？既然他可以冒出来到灵山会上接受佛的啊教戒，当然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冒出来这个世界呀、啊，为跟我们众生结缘呢、啊、他时时从这个世界的下面冒出来跟我们这些众生结缘，可是我们不见不闻呢、啊，啊，他替我们众生跟我们是自己不知道，实际上他们跟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缘很深呐、啊，啊，时时都冒出来，不是灵山会上说法的时候才冒出来这么一次，他经常冒出来的。啊，他从那么下面空间时时冒出来，这是我们不知道，肉眼看不到啊。所以他们跟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缘很深呐、啊，啊，而且那么多的菩萨呀，恐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三位哎，啊，都能够分上两三位，不止一位而已啊。他们与我们都有很大的因缘，这是我的题外话啊，经里面没讲的。第三，闻命，啊，听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声音啊，就是等于命令啊，那么他就从下面发出来了啊，这是第四啊。世诸菩萨闻释迦牟尼佛所说音声从下发来，这说明他们为什么突然之间冒出来呀？就是佛说上面的话，在我们这个世界有六万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菩萨各有六万恒河沙见数，他们能复持读说这个法华经，佛说这个话等于是照命啊，照他们上来，所以这些菩萨啊，世诸菩萨闻听到释迦牟尼佛说了上面的话，所说音声，所说法的音声就是上面说的那个话啊，他听到的时候突然之间就从下方冒出来了，从下发来啊，动一念就到，啊，跟佛说话的时间是同时的，佛的声音一发出，它就冒出来，啊，看起来好像很远呐、啊，实际上很近，就在眼前。佛的话一出，它就冒出来了，啊，这是闻命而来，这是第四、第五，眷属哦，这个文字很长了。啊，说明他们来的这些菩萨个个有他的眷属，而且每一位的眷属都很多啊，这个文字很浅显，我们顺着这个文字边念边解释就可以了啊。一菩萨，一菩萨啊，每一位菩萨皆是大众倡导之首，这个六万菩萨呀，每一位菩萨都是领导很多大众，他都是首领啊、嗯。六万恒河沙数菩萨都是首领，各个有他所领导的眷属啊、嗯，所以说各家六万恒河沙眷属，有六万恒河沙数的菩萨当中，有一部分是每一位菩萨都有六万恒河沙的眷属啊。一位菩萨有六万恒河沙眷属，我们的凡夫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啊！如果一个人的眷属上千上万已经不得了了啊，他们是恒河沙数，而且不是一恒河两恒河，而是六万恒河啊！你想一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众生做一位菩萨的眷属恐怕还不够啊，恐怕不晓得有多少世界的啊，这个那么多的众生啊，才算一位菩萨的眷属啊，不晓得有多少了，啊，各将他的六万恒河沙数那么多的眷属，况将五万
四万、三万、二万、一万恒菩萨等眷属者，这个每一个幌子啊，对着后面的丛松啊，每一个幌子下面的数目字看起来少，而要比上面的这个首领菩萨啊、那所领导的那个眷属要多啊、那么就是说狂将五万恒河沙眷属，四万恒河沙眷属，三万恒河沙，二万恒河沙，一万恒河沙等眷属者，这一类的菩萨呀，每一种都比前面要多一倍，每一种都要多一倍啊，一直往上增加。狂夫乃至一恒河沙，半恒河沙，四分之一，乃至千万亿那由他分之一，这一个狂，这一段要比前面的五四三二一万的建书的那个首领菩萨要更多，再多一倍，比前面要再多一倍。狂夫乃至列掉中间，因为一万一下子就降到一恒河沙嘛。啊，那么中间有9999个恒河沙，一直到两个恒河沙，这些都把它略掉了，所以叫做乃至。那么一个菩萨有一个恒河沙数那么多的眷属的，有一位菩萨是有半恒河沙数那么多的眷属的，有的一位菩萨有四分之一，就是一个恒河的四分之一啊，半恒河的半恒河四分之一那么多的眷属的。又用乃至两个字略掉，因为这个四分之一的恒河沙还是很多，究竟多少没有办法算，所以一直到千万亿哪由他，一千一万亿哪由他也是亿，一千万亿亿那么多哪由他分之一啊，就是说慢慢减少，越来越少，但是眷属少啊，首领多啊，就是再一倍一倍的增加。恍惚千万亿哪由他眷属，何况一位菩萨他有千万亿，只有一个千万亿哪由他，千万亿亿眷属的啊，恍惚亿万眷属的，只有一亿万的眷属的，恍惚千万百万乃至一万，那么乃至两个字又略掉中间的百万之下的99万、98万一直到2万啊，用乃至两个字略掉，一直到一万眷属，这都是倍倍增加，比前面有加一倍加一倍一直往上增啊。那么眷属少啊，首领多啊，为首的菩萨多了啊，就是一位菩萨有一万眷属，那么这种一位菩萨一万眷属的，比前面的恒河沙数眷属的要多出几十倍了啊。狂夫一千、一百乃至一十，这个一百到一十中间还有99到11，用乃至两个字把它略掉啊，所以一千一百乃至一十啊，这个眷属有的一位菩萨有一千位眷属，有的一位菩萨有一百位眷属，有的一位菩萨有十位眷属啊，那么这些都是比前面的首领菩萨要多出几十倍几百倍啊，很多很多，比前面多出很多啊，眷属少而首领菩萨多啊。恍惚将五四三二一弟子者，眷属都是他的弟子了，现在变文说是弟子，那么就是他的眷属，就是菩萨所教化的弟子。有的一位菩萨带了五位弟子、四位弟子、三位弟子、两位弟子，甚至只有一位弟子的，这一类的菩萨首领啊，大菩萨比前面有又多出几千万一倍了。狂夫单极要远离行，是一个人，没有眷属，没有徒弟，只一个人来啊，只有你首领的一位菩萨自己来。啊，他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呢？说明他只有一个人的原因，要远离行，他喜欢一个人自修
喜欢一个人到处游画，不喜欢带其他的这个眷属，只是无论到什么地方只是一个人啊。那么他这一个人的只有一位菩萨没有眷属的，比前面又要多出千万亿倍了，更多更多了啊。柔是等比无量无边，算数比喻所不能知。像上面你看那个比字啊，这个比字就是代表下面的一啊，这个句诵里面所说的增加的这个情况啊，后边一个比一个多啊，前面首领菩萨少而眷属多，到了后边首领菩萨多而眷属少，单一菩萨的没有带眷属的更多更多啊，如是上文所说的，等于还没有说出来的好多好多啊，一直往上比啊，很多。那么数量嘛，没有办法算，无数量，无边际啊，所以叫做无量无边啊。这个数量多少算不出来，边际也算不出来啊。这算数比喻所不能知，用世间的算法，有数量的算法算不出来，用比方也比不出来，恒河也比不出来啊。没有办法用数量用比方能够比出能够了解能够知道的，所以说所不能知，都没有办法知道。是诸菩萨以下，就是前面是均价均价续续相已经说完了，只有这么五段。再往下第二段明问训明问训说明这些菩萨出来之后到灵山会上，到释迦牟尼佛座前向佛问讯啊，问讯就是啊，来向佛作礼问好啊，后边有问讯的话。那么明问讯有五段，第一段三业供养，三业供养里面就有五段就有三段，三业供养有三段。第一证明供养，正说明这些菩萨涌出来之后啊，到虚空中啊，向释迦牟尼佛、多宝佛跟分身诸佛啊，这个供养。经文说，是诸菩萨从地出仪，这些菩萨前文所说的那么多的菩萨，从地面底下涌现出来以后，故意虚空。七宝妙他多宝如来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还坐在多宝佛塔里面，还在虚空之中，灵山会上的空中那么这些菩萨来到这个灵山会上的虚空上欲就是到了这个灵山会上的虚空，七宝妙他就是多宝佛的宝塔，微妙的宝塔这个宝塔里面有多宝佛，有多宝如来、释迦牟尼佛这两尊佛平坐在宝塔里面那么这些菩萨来到佛的面前来到佛说道仪，已经来到了，来到灵山会上这个多宝佛塔的面前，在虚空中向二世尊头面礼足。二世尊就是这两位佛啦，过去佛多宝如来，现在佛释迦牟尼佛，向这两尊佛五体投地头面顶礼五体投地头拜到地面上，不过他在虚空中呢，虚空中没有到地面了，所以只是说头面礼足，拜到佛的法座下，面朝下那么结足而礼，两个手翻过来接入佛的双脚脚底，来表示自己恭敬的礼拜。每一位菩萨都向佛，向两尊佛这样子顶礼不晓得他是拜一拜还是拜两拜拜一拜两位佛都有了，或者是每一位佛都要拜一拜，那么每一位菩萨都要拜两拜那么那些无量亿菩萨你算算要拜多少拜，要花多少时间那么他们拜佛拜好了，还要到宝兽像，极致诸宝兽像狮子座上佛说一阶坐礼，又饶三者合掌恭敬，于诸菩萨种种赞法
耳语赞叹，不得了啊，这种境界你眼睛闭起来慢慢想，哦，比那个电影要好看多了啊。那么这些菩萨先拜佛拜好了，又到这个啊八方各地方的每一位宝寿像所狮子座上的分身诸佛呀，释迦牟尼佛的分身佛无量无边，每一尊佛坐在狮子座上的分身佛，他都要去作礼，一阶作礼，每一尊佛都要去礼拜，最少拜一拜，还要绕三圈呢，又绕三折，绕三圈，拜一拜，绕三圈，然后合掌恭敬，还有赞叹。站在佛前与诸菩萨种种赞法而于赞叹，菩萨赞叹佛有他的一套啊，他怎么样子赞叹佛，那么他就用这个赞叹佛的句诵啊，在佛前来赞叹佛啊。那么赞叹完了，住在一面，心要瞻仰于二世尊啊。那么他把所有的分身诸佛拜完了，又回到多宝佛堂面前啊，来赞叹释迦牟尼佛，赞叹多宝佛，赞叹完了，站在两尊佛的面前，很炫目，很爱耀，瞻仰于两尊佛，二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与多宝佛啊。那么每一位菩萨都这样做，这个时间就不得了了，接下去说，明所经时间。说明他们这个礼拜供养所经过的时间，就时间呢，很长的时间，就时候。是诸菩萨摩诃萨从出涌出，以诸菩萨种种赞法而赞一佛，于是时间经五十小节，是时释迦牟尼佛默然而坐。举诸四众一皆默然，这实在是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啊，每一位菩萨都是要这样子做，向多宝佛释迦牟尼佛顶礼，礼拜好了，又到每一位分身佛坐下顶礼，还要绕三圈都要赞叹，然后又回到释迦牟尼佛多宝佛面前可能是一样，也是绕三圈，又是赞叹，赞叹了，站在佛前，在哪里瞻仰很欢喜的在哪里瞻仰。你想想看，那么多菩萨，每一位菩萨都这样子做所以这个时间就不得了了因此四诸菩萨摩诃萨这些大菩萨，从他开始涌出，出开始，一开始从地面涌出来，就用诸菩萨种种赞叹之法而赞叹一佛那么礼拜赞叹那赞的时间有多少啊？如是时间呐，经五十小节耶这样子赞叹要经过五十小节那么这个赞叹就连赞叹算起来就要经过五十小节，那么这个赞叹的句诵也多得不得了那么因此古代说没有翻译过来的梵文的法华经如果把它平排开来，有八里路那么长那么只这些菩萨赞叹的句诵，如果都把它写下来的话，哪止八里路啊，排上80里、800里、80000里恐怕都有因为那么多的菩萨，一位菩萨不要多了，四句话赞叹就够了比如说天上天下无如佛，四句赞叹就好了，那么都不一样的句诵，那么都不一样的句诵，每一位菩萨都赞叹，那么六万恒河沙数那么多的首领菩萨而且还要更多，那么每一位菩萨都说句赞叹如果这些句诵都结集起来，那还得了吗那不是比八里路还要长得多吗？所以显示这个法华经那是非常之多，翻成中文的只是略中之略而已了。那么他们这样子赞叹时间必定很长了，
经过多少时间呢？经五十小节，五十个小节。一个小节啊，就是从人寿，假定说人的寿命从十岁增加，一百年增一岁，一百年增一岁，增到八万四千岁，这样子一增，再往下减，一百年减一岁，一百年减一岁，八万四千岁减到人寿十岁，这样子一增一减叫做一个小节，啊，他们经过五十小节那么长的时间在赞叹。那么这些菩萨都在绕佛拜佛赞叹那么长的时间，佛都在哪里就没有事做了，他只好修业了，修业。那么修业怎么办呢？默然而坐，入定啊，入定啊，啊，不过他不会像我们入定啊，爱困呐、啊，啊，不会这样哦，他真正入定，在定境里面默默的默然坐在那里啊，不但是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分身佛。这样子默默的入定啊，默然而坐，几诸四众亦皆默然，连那些临参会上的四众弟子，大家都是默然坐在哪里呀、啊？看住那些菩萨都来礼拜、赞叹、饶啊，那么赞扬啊，大家就在这样子看，啊，这一看就看过五十小节耶。这里有个疑问哦，你听到这里必定会升起一种疑问。啊，五十小节到现在也只有两千几百年呐、啊，顶多三千年吧，啊，那么应当现在还在哪里赞叹？还没完呢，还在赞叹，啊，可是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了，啊，释迦牟尼佛住世只有八十年，啊，那么平常说法华涅槃共七年，或者是共八载，就是七年八年，嗯、啊，受法华经只有七年或者是八年，前后八年吧。嗯，那么七八年的时间，现在这里说五十小节怎么能够配合啊？而且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了，入灭两千多年了，嗯，那这个话怎么说呀？这就是众生的根性不同啊，啊、嗯，大菩萨他一直还在哪里继续礼拜赞叹下去，还没完的，所以难怪啊。隋朝智者大师修法华三昧，啊、入法华定，他入定啊，在入定的时候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临参会上在说法华经啊，可能他也看到这些菩萨还在赞叹，还在围绕，他在定境之中就能看到，所以下面后边这个寿量平说，这个世界交到坏劫的时候，大火所烧啊，我此土安宁，啊、不会有所变动，巍巍不动。啊，山灾坏不到这个灵山，啊，所以五十小节菩萨还在赞叹。那么，既然五十小节还在赞叹，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呢？释迦牟尼佛入灭啊，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凡夫，啊，凡夫跟二圣人的众生所见的境界，我们看到是入灭了。实际上，在灵山会上还没有入灭。嗯，那么或者有人以为，那是不是把这个短时间延长变成长时间吗？因为下面接着有说啊、大家觉得好像半天，啊、那么是真正五十小节觉得半天，还是把半天延长五十小节呢？这是个人的见地不同，在凡夫的境界，在当时的情况，只有半天就过去了。所以后来释迦牟尼佛说完了也就入灭了，当然才有后边经文。假如按照这个五十小节延长下去的话，后边经文还没出来呢，怎么会有现在的这个经文呢？所以佛的说法，佛的境界不是我们所能体会得到啊、以我们凡夫跟二圣的境界看到，释迦牟尼佛已经把法华经说完，已经入灭，而且现在到了末法。那么在菩萨的境界，他们还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说法华经，他们还在围绕，那么佛还默默坐在哪里呀？接受他们的礼拜供养，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这种不可思议境界呀，虽然我们凡夫不能想象，可是实际上这个时间是个假定的，时间没有固定的，
我们觉得这个一点钟、两点钟多少时间好像有固定啊，可是这个时间的长短呢、啊、是不可思议，啊、就在我们凡夫境界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一个小时很长，有的时候啊，这个一年很快就过去，是吧？你如果碰到这个很难过的时候啊，度日如年呐、啊，度日如年，这一天呢好像比过一年还要难。啊，这不是把一天的时间拉长吗？并没有拉长，可是你觉得就是那么久。哎、啊，您是不是等过这个公共汽车呀？现在都是汽车阶级，都是开车了，都开车了就没有这个经验了。哎、啊，从前在都市里，例如像在台北市啊，你坐公共汽车等车，等车不是等得很久吗？车牌上、啊、那个招呼站，他写的是。4分钟到8分钟有一班车，可是实际上啊，你站在哪里48分钟还没车来，啊，所以有的时候就用看到这种情况啊，你要安心的等啊，4分钟到8分钟很可能是48分钟，啊，那么你站在哪里等不是很久吗？啊，怎么还没来呀、啊？怎么还没来呀、啊？一直在涨卡，那涨卡那没来，啊。可是那个时间你等车觉得很久，哎，那终点还不是一样过啊？终点并没有拉长，哎，他们照样过去了。那么这是时间你觉得长的时候，大致是有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你觉得时间本来很长嘛，可是你觉得很短。你碰到十几年没有看到的朋友、亲戚，突然之间见面了，哦，高兴得不得了啊，跳起来了。两个人坐着一谈呢、啊，嘿，忘掉吃饭了。人家打扮吃饭了，他还不知道呢。你叫他吃饭，哎，我刚坐了才几分钟呢。实际上他已经聊了半天了。他聊了半天过去了，他还不知道，他还觉得只有几分钟而已。哎，这个，是不是把这个时间长的变成短的吗？没有，终点还是一样一样的啊、一点一点过去。可是，在你的心情里觉得很短，很快就过去了。你做梦，一个梦境你不可以不是一样的可以过了几十年几百年吗？前面那个阿漏行品最后菩萨梦中可以从实性位一直到成佛，三大无数界，一梦可以过三大无数界啊、那么何况这些大菩萨的境界比你的梦境要殊胜的多了，哪有不可能的事啊、这只是我们凡夫没有办法想到。大家不是知道这个黄粱梦吗？黄粱梦，梦黄粱啊、一梦黄粱饭未尝啊、这个黄粱梦的故事啊、那么这个想要上京啊、考试想做官的人啊、那么他老是考不上啊、碰到这个汉钟离啊、这个仙人啊、那么到了这个旅社里呀、这个仙人正在是煮这个黄粱饭，刚下锅啊、我刚下锅啊，你还没好吃啊，那你去休息一下吧啊、他不是想着做官吗？拿个枕头啊给他啊、做枕，他枕上这个枕头一睡啊，做梦了，他做梦去考试及格啦，那么然后做大官啦，几十年下来啦，那么这家庭眷属子孙都很多啦，满堂啦，那么甚至五代同堂啦，那么的官位到宰相啦，那么突然之间，个皇上一怒啊，把他怎么就是贬到这个很远的地方去，很苦恼了，那么突然之间就是这个很苦的时候醒过来了，醒过来的时候啊，几十年已经过去了，官也做了啊，那么阿公啊做啊，哦，可是他醒过来的时候啊，黄粱煮的饭还没熟呢，黄粱饭还没熟，哎，一梦黄粱饭未尝，煮一餐饭的时间顶多几十分钟吧，可是他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啊，南柯梦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哎，王子去求仙，啊、那么三中七日啊，世上经过好像上千年，啊、
那么像这类的故事，我们看起来都是啊，好像很奇怪，实际上个人的境界不同了啊。那么从前有个老修行，在天台山，他自己盖过茅棚自修，种一些地瓜呀、番薯棵啊，这样的维持过生活。他有一天呢，拿着锄头到后山去呀、这个锄地，打算要种地瓜，种东西了啊。那么锄好了，看到后边有条路啊，哎，这个地方我都没去过，怎么会有条路啊？那么就往前走，最后看到一道桥，从桥过去，哦，好大的地方啊，好大的寺庙，庄严的极点，里面有500位出家人啊。他去的时候刚刚要过堂吃饭啊，那么他也跟随大众啊，就跟在最后一个就过堂了。吃了那一碗饭啊，这个饭在世间没有，从前不曾吃过，香的不得了啊！吃过之后啊，全身的毛孔都发出那个香味儿啊。那是中午吃饭的时间，吃过了还给他一杯茶，喝了那个茶，全身发出香味，全身清凉啊。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知客师就请他出来了，他说：“哎，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啊。那这个地方太好了，我到这里挂单吧。”他说：“不行。”你的烦情未了啊，不能在这挂单啊。那么就叫他回去，回去嘛，叫个童子送他回去了啊，就交代他，你送到桥头啊啊，就叫他回去啊。那么送到桥头，他又翻过来问说：“哎，请问呐、啊，那是什么地方啊？”哎，你看前面，往前面一直啊，他往前一看，再回头，童子没了，后边只是一个空地的山，什么也没，桥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啊。然后回到自己种地瓜的地方，刚才想到我去种地瓜吗？可是回到那个地方啊，他的锄头把柄已经给蚂蚁吃掉了，给白蚂蚁吃光了，那个锄头已经生锈，整个是成为锄头贴锈了。那么再回到自己茅棚下山看自己的这个老世祖，那么他上山种地瓜的时候，这个老世祖是将近80岁啊，是个老人呢、啊。那么他回来了，到下面的世祖一看，房子也改了，情况也不一样了，不过还是一个老人。这个老人他就要走前去问他，说：“哎，你是某某人吗？”“哎，你问错了，那是问哪公哎。”“哎，你想想看，哦，已经过了第三代，他吃一餐饭而已，回来是一哪公啊。哦，他的孙子也是一样80多岁了。你看看这些时间能够用我们凡亲去想象吗？现代人很喜欢用翻亲吃圣经啊，那么看到这些不是我们翻亲想象不到的，他就说没有，没有这回事啊，那么他就不相信，就加以毁谤，很大的错误啊，因为这不是你的境界，你觉得没有啊，绝对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这种的圣经我们只能两信，仰慕圣经而生信心啊，不要生起这个怀疑啊。怀疑尚且不可，如果毁谤，罪过就更大了啊！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一类的情啊，这个情形。看这个大圣经典呢，这一类的这个道理必定会很多的。那么必定你要想到，这是圣经，不是我们凡情所能想象。那么这是所经过的时间。第三，明佛神力加持啊，50小劫，佛神力故。令诸大众啊未如半日啊，50小劫时间很长吗？仗释迦牟尼佛的神通伟力的缘故，使令当时灵山会上的四众弟子的大众啊，他们觉得只有半天啊，这个半天在凡夫凡情里二圣根性的众生里实际上是半天，是真的半天啊，而在菩萨的境界里，实际上是50小劫，是50小劫，还没有完啊。您如果是要想看到这个灵山会上这种的圣经啊，赶快入定啊，修法华三昧，你赶快入定，你入定照样能看到啊，一样能看到这种的圣经，看不到你来骂我好了啊。那么这种的情况都是圣人境界，所以佛的神通力使大众觉得只有半天，哈哈，只有半天。那么实际上50小劫也已经过去了，啊，而14众亦以佛神力故，
见诸菩萨遍满无量百千万亿国土虚空，这些境界在凡夫的眼力是看不到的，没有办法看到的，别说是太远了啊，使我们能看到的境界，你看能看多远呢？啊，几百公尺之外你就绝对就看不到了，何况这么多周边无量无边的菩萨满满在这个世界，无量百千万亿国土满虚空中的菩萨啊，那你都能看到，一一都能看到他们在礼拜啊、恭敬啊、赞叹啊、赞叹的法音都能听到啊，这一一每一位菩萨的动作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佛的神通，这就是佛的威力。假如不是佛的神通威力加倍，这些听众与听众的能力是看不到，别说是凡夫二圣人也看不到啊，何况是我们一般凡夫呢？所以这完全是依托佛的伟的神通的力量啊才能看到。那么到此为止，就是三业供养，那些菩萨从地涌出以后到了虚空之中，三业礼拜供养，礼拜是身业，赞叹是口业，恭敬是意业，所以叫做三业啊，恭敬供养。那么这些菩萨都这样子一一都在如法供养之后啊，然后啊就说明他的赞词了啊，所以下文第二成问讯之词啊，说明这些菩萨向佛问讯，先列出这个上首菩萨的名字来。六万恒河沙那么多菩萨当中，他们最最上首啊，有四位领导者，是菩萨众中有四导师，一名上行，二名无边行，三名净行，四名安立行，这是这四位菩萨，他都有这个名字，就是为六万恒河沙数菩萨的最最首领，领首首领的这个上首菩萨啊，所以叫做导师啊。这四位导师都有他的名字，而他的名字都有所表发，按照法发文具，就是说明他的开示悟入佛之之见的这个道理呀、啊，来表现这四位菩萨，所以叫做四位导师啊。那么下面的道理是说不完了，我们只好说到这里。那么四位菩萨的里面表发的意义，我们等下次再讲啊。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新逢观世音菩萨圣诞前夕，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恭送普门品，持诵49遍大悲咒，恭请湛山法师领众。日期3月19日星期六下午2点，地点高雄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2，0722123233。当日备有寿桃与寿面与信众结缘，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陈真护生园义工，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工作内容除草、打扫环境。洽询电话0627166116或0627166612，0627166616或0627166612。洽询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罗侯罗尊者，密行第一，境界威仪。罗侯罗尊者贵为佛陀之子，也是僧团中第一位沙弥。小时候调皮，但经过佛陀的开示劝导，性格越发稳重沉静，修忍辱持境界。佛陀曾赞罗侯罗为密行第一，于3000威仪、80000细行都能了知奉行。一心顶礼尊者罗侯罗，祈愿大众见舍利生欢喜心，并学习尊者持身端正、持戒静心，珍重看待戒律，并如法受持，见离生死。记住是一处。
吉祥。